你睡觉一定要把腋下抬高。对，我睡觉不能躺枕头，我一躺枕头就会睡不好，怎么就会觉得很这样很低，对，我一定要哦，这样子睡好看哦，有点凹凹弯这样哦，这样子就可以秒入睡，哦、真的、哦，对，只要把手两只举起来，就是这样，像这样子、哦、就可以很快就入睡。这个，那你起床的时候手不会抽筋吗？不会，这样超好睡的，因为等于你一边睡一边拉筋嘛，对，伸懒腰。露露，看中身材你会很气吗？我会替你很气。我有内衣代言了，可以买你那种内衣吗？他穿我的穿起来会更爆哦，会更